你好，Hello，大家好。现在是晚上8点多，我买了一个橱柜，但它实在是太重了，我现在有点搬不起来。可是没有人能帮我，现在我该怎么办？只能想办法，努力的。搬上来了，加油！终于用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终于把它弄上来这里了。对，然后现在就是要来收拾一下。这只是我之前的这些保养品，然后其实有很多面膜都是过期的，所以呢，我要来整理。所有的东西，尤其是这里就是化妆品的东西，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是要可以丢的，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整理。而今天呢，就是要趁快要新年，就是大家知道新年一定会大扫除，然后我就要趁新年呢，就是重新整理一下家里，把要的留下来，把不要的就是丢掉，因为我一直累积，这也是没有。用处。为了这新年呢，其实我有很多东西要做。然后大家也看到我旁边这里有很多的包裹。When I wake up, I feel cozy, yeah. Can you hold up? Don't need no coffee yet. Got no makeup. How do you look so fine? Bless up, bless up. How did I make you mine? 现在我已经差不多就是把我的那里的化妆品那些已经就是整理进去这个。柜子里面了，但是我发现到，因为我需要用到我房间的那一个桌子来放化妆品，所以呢，我有另外买了一个小小的另外一个桌子类的东西，然后要来放房间。那我要这样子交换的时候呢，我发现到我需要开这里的包裹，这就是我接下来一定要开的，就是跟大家说的那个桌子。没错，我就是要来开这个。那这个就是一个阶梯，然后可是它其实也可以用来做桌子，它是需要我组装的。开都开了，反正迟到也是要组装的，那不如就现在来弄吧。虽然我现在真的是有点累，不过该来的、该做的都是要做的。Another minute, hold on a second, love this moment, yeah. Stay a minute, another minute, hold on a second, I love this moment.大家早安，现在已经10点半了。因为今天我起得比较迟，昨天真的是太累了，就是搞到凌晨，然后就睡着。现在要先来弄我的早餐，因为今天要做事情非常的多。今天要吃这个昨天买回来的吐司，还有就是弄了一个蘑菇汤。
了早餐，然后我发现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喉咙好像就是有点卡卡的，然后包括现在我声音其实也很低，我知道我不知道是我刚睡醒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觉得哦怎么办，我不会要生病吧。那因为今天真的是有很多事情要做，要送温妮去这个剪毛，然后还有就是要收拾家里，昨天没有收拾完，然后还有就是要为了新年而做一些准备。今天真的是一个很漫长的一天，但其实现在已经快要十一点了，对，我没有太多时间，所以我们赶快先吃早餐。先拿去烤一下。差不多三个小时多，终于做好花生饼了啊！真的，我觉得最累的是剁花生的那一个，剁花生那个真的是剁到我的手现在觉得好像有点扭到还是怎么样，就是真的肌肉有点痛。不过 anyway， 终于完成了，就是大家看到这样子。那做年饼呢，真的是一个非常耗时间的东西，所以我其实也能理解为什么大家新年饼都是卖的这么贵，因为其实
除了成本之外，其实最贵的东西就是时间，因为你真的是一个一个去弄，所以辛苦大家了，然后也辛苦我自己，就是完成了这个心眼饼。那现在呢，我就是会把它这样子放进这样子一罐一罐的，那送人什么的话也比较方便，所以我就是那时候买了这个空罐子。那现在就是要来把这些花生饼呢就是放进去，因为就是这次新年不能回去啊，可是我就是有邀请朋友来家里，然后或是可能可以带去给同事吃看。虽然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第一次做我没有觉得到很好吃的那种地步，但是我觉得有到位，而且我觉得可以吃到花生粒是我蛮喜欢的。不知道大家是喜欢吃那种完全融化的花生粉，还是就是可以吃到一些颗粒的那种感觉呢？完成了六罐花生饼，然后之后那个玉米片的那个饼呢，我觉得我要在平日做了，因为我现在已经快要旺盛了，好累哦。现在时间快要10点晚上，然后今天是平日10点，我现在要来做我第二个新年饼，然后现在大家看着我的素颜样子，因为我已经洗好澡，然后我也没有理由就是为了做饼而去化妆，所以大家请忽略素颜的脸。 Anyway， 现在我就是要来做这个第二个新年饼，就是那个 Honey Butter Cornflakes， 大家吃过吗？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吃，就是甜咸甜咸的感觉，就是整个很入口，就是一直吃。那我现在就是要来做，因为现在虽然说下班回家是真的有点累，但是因为这是比较容易的年饼，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应付得了，因为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做了，今天不做的话，所以我现在就要来开始动手。